好，那再加个 filter layer， 这个叫做就叫 AO。好，那既然叫 AO， 就是 black mask 上去，那颜色待会再来调。那这也是 multiply 上去。好，那遮罩里面呢 ，generator AO 最接近的就是 dirt， 好，就是 dirt。那 dirt 进来以后去找它底下的参数哈，基本上。H mask 大概都是关到零了。好，然后开始调这一堆数值。好，direction， 然后看一下，看看它现在颜色是什么样子。Auto 点它，点这里，先不要 multiply。这个 multiply 跟这个没关系，好 ，ground G， 这个归零，对比归零 ，H mask 归零，它看起来是黑的，要检查一下，还是我应该要放 white mask？ 有可能，我们 invert 看一下 ，invert 没东西。remove mask 改成 white mask 加 generator 加 dirt。放反了，好，放反了，这个才是，对的，好，这个也不用放，只有应该只有这一层，然后 multiply 叠上去。那这个做的是这里，你可以看到，其实，就是一层一层加，一点点效果，边缘凹洞，好，让立体感呈现出来。那这边的 AL dirt 这里再去调整一下，我们直接看图 ，auto 点这里，应该不需要这么多 H masking。关掉，光去 amount， 不要到零，适度的做一下微调，到差不多看起来像个这样应该可以了。回到这边 ，OK， 有叠进去，好，那当然，是什么颜色还是有影响。如果我用黑色会很深，那如果我用黑色的话，这里 multiply 的强度就要降。好，不过这个，这样还没有全部完成，就是事实上应该这么讲，再回到这里，回到这里。因为我这个地方不希望有这么多，好，就是我只希望里面这个凹洞很明显的凹缝才有效果，要很明显的凹缝才有效果，所以会变像这样子。那这样又太锐利，好，又这样子又太锐利，太锐利当然很简单，就是 filter。不乐再进来，这个也许可以调稍微糊一点点，好，回去糊一点点，然后把这一个再加一个上面我们再叠加一次，
再叠加一个，那这个呢 ，level 降低一点点，对比度调高一点点 ，H mask 还是零。好，那这层上去是把原本那个边缘再压一次这个，但这一层上去的时候的叠加方式要改，因为这个上去就只剩这一层，你不改叠加方式，等一下事实上就是这一层，那跟有做没做没有差别。好，有做没有做就没有差。OK， 那这个进来是让内部更，只有中间了，就只有中间更明显，它边边是糊过去。好，那 triplan 不用开比较好看。可到这样，好，那对比度调一下 ，alpha， 好，那所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把光线转过来看这边，好，就是凹的地方就会有 ambient occlusion 的作用，像这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都会有这一张图的作用呈现 ，OK。好，看起来好像那个要改一下，那个不要，应该是我拉太近了之后就会看到那个，刚刚拉太近就会看到那个 normal， 就是我们前面用的这张 metal finish row， 好像 scale 要到三吧，也许。还是再更小，要大一点。23太细，还是回到2吧，暂时先这样。好 ，OK。